我要不我们开车来。上来了，看到的时候我就赶快按急停嘛，急停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地方按急停，后来我就赶快去跑去救小朋友，这样没有抛飞，没有抛飞。那小朋友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？小朋友就看到他受伤了，有流血吗？有一点流血。当时的状况是外面的大人去救小朋友，然后才会受伤。对，所以是在还没有停止的状态，人就进去了。已经停止了状态了，已经停止状态，机器已经停止了，人才进去了。那个时候还有正在转，然后大人保护小朋友，然后跑到里面去。